别想跟科我和 Jessica 的CP 的小姐妹们说，我跟 Jessica 真的是很要好。我们 Don't cry, Jessica. Yeah, don't cry. Send me message, okay? 我们两个平时也会经常 message， 虽然说还是会沟通有一点小障碍，但是确实还是达到了 WiFi 的效果。小蕾姐，很乖。Yeah, it's really pretty. 我这辈子都没想到，我居然被人家磕上了 CP， 我简直觉得太奇妙了这件事情。